负责七星级酒店的人叫向辉，是哪一个向辉啊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听说是从国外回来的。哦，对了，好像是佟建国的手下，出了趟国就不得了了，代表大财团。哦，我知道了 ，Lisa， 你先出去忙吧。 这么小啊！我那天对他冷嘲热讽的，他要是记在心上了，哎呦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喂，安先生，你好，我是何雨琦。我听说七星级酒店这个项目是一个叫向辉的在负责。 啊，如果您方便的话，您能帮我约他见个面吗？丫丫，你说句话呀！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今天见到向辉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啊？在哪里呀？就刚才在酒店。为什么？ 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出现呀？我的生活刚有了起色。丫丫，你到底和向辉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。向辉他变了，他变得我一点都认不出来了。那孩子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好乱呢。 一年，我整整找了他一年呀。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，我放下了，可是他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了，你知道吗？丫丫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可千万不能和他提起这个孩子。你好不容易有了现在这个生活，有了流火。 你们俩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你可千万不能做傻事儿，千万不能前功尽弃啊！我知道，这些我都知道。这一切来得太快了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，让我想一想，让我消化一下。丫丫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你不要再和向辉见面了，这样只会伤害流火，也会伤害你自己的。 向总，你找我来什么事情？我今天约您来，是向您说抱歉的。上一次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，我出言不逊，希望您别怪我。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其实现在想想呢，你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如果没有佟建国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向总，您真是太谦虚了。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以您的能力，我相信，即便是没有别人，你一定也可以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的。可是有一些人呢，这一辈子未必都会有这个机会。我向辉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佟建国的事情呢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。我其实今天约您出来，我还有一件事情，想麻烦您。 什么事情？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哦，好。喂，向辉，你在哪儿呢？怎么了？我在跟别人谈事情呢。我要见你，立刻，马上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呀，电话里说不清楚。 你别过来了，还是我去找你吧。好。对不起啊，突然有点事情。哦，是童话找你吗？对，现在发生了一点事情，需要处理一下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
哦，好，那下次我们再约。 哎，姑奶奶，你可来了！哎哎哎，你这一见面就打人，这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呀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男人没有喜欢你这样女人的，怪不得向辉他……你还跟我提向辉？你知不知道向辉和丫丫见面了？啊，见面了。哎，那向辉是不是知道孩子的事了？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能让向辉知道这个秘密，丫丫那边我已经说好了，他应该不会说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好什么呀？ 我当初是怎么跟你说的呀？我说了这个孩子不能留，不能留，我就是听不进去。万一向辉……你放心吧，那留活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他能让这秘密随便让别人知道吗？哎，你看我保守这秘密保守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现在手头真有点紧，你是不是能再表示表示啊？表示表示什么呀表示？毛希林，我现在看到你都想吐，你还敢跟我提钱？我可是警告你啊！ 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如果我出事了，你也绝对不会有好日子过。哎，我跟你，手头真有点紧。刘火，你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呀？我找你有事啊！现在七星级酒店项目已经到最关键的时刻了。你能不能不要再插手这个项目的事情了？我为什么不插手啊？ 不是一直由于我的介入，我们公司才顺利通过的吗？你跟童建国以前的关系谁不知道啊？童建国现在被查，所有跟他有过合作关系的公司全部都被踢出局。你以为安查尔先生真的会避讳你现在的身份吗？如果让你来代表我们火棋参与这个项目，你觉得我们可能会拿到这个项目吗？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你想借着这个事儿把我踢出局，好脱离合伙人关系是吗？ 其实不管有没有这件事情，我们早就不适合当合伙人。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刘火，你想都别想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我一直以来为你和公司付出了多少心血，现在走到今天，你居然想让我放弃？我怎么说都跟你说不清楚。童话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